柏油总统会署人，他明天就要离开台湾了。今天他也专程南下，将会去高雄、屏东参访南台湾船舶制造以及水产养殖业。一行人一早8点就抵达高铁南港站，预计10点就会抵达台南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柏油总统会署人他搭乘高铁的时候，也不忘带上口罩。而这一回南下参访前，就传出台湾预计会捐赠多功能的船艇，协助柏油提升海上执法以及救难能量。预计今年7月建造完成，而这一趟下去呢，很可能就是去看相关的船艇。中午的时候，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将设宴款待。